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小隋唐李密是某知名品牌董事长千金，拥有傲人 F 男上围。从不讳言是以名模隋唐为整形范本，总是给人豪放性感形象，穿衣尺度也不断突破。之前他在脸书上贴出一系列夸张的蓬奶照，超越尺度的造型看得网友直呼真的是无极限。只见他脱去上衣，胸部的地方只用了两片紫色高丽菜包住，雄伟的双峰呼之欲出 ，F 男挤出的超深海沟相当惊人，甚至还暧昧的用手捧住乳房，性感的模样让网友全看傻了眼。不仅如此，他更表示这套造型其实想要跟自己的偶像女神卡卡致敬。然而他这次超越先前尺度，大方展露火辣身材，也成功引起众多讨论。事实上，李密曾经透露自己是家中独生女，从小妈妈管很严，上衣不能露肩，裙子不能短过膝盖，却让她变得很压抑，最后用穿着火辣露出好身材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优点。我喜欢很多人爱我是过去太压抑造成的反弹作用。土豆娱乐，人不红胸来凑，为你报道。